请你和我交换旅途黄昏海浪和云层。还有周深，深深是我这一次我真的觉得能够现场去听他唱歌，看着他表演是一大的享受。我从他的身上也学会了很多，就唱歌上面的我们的一些技巧，从他歌唱的技能上面，我觉得真的很享受，每个演出都是完美的，我都非常非常的舍不得。结束 Vogue 盛典活动的周深已经赶到香港，对今晚的演出进行了彩排。今晚20点，周深将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现场坦顿声音河流音乐会主题曲。声音河流也是艺术节的开幕节目，这个舞台也是采取直播形式，将在诸多电视台、电台、网络进行播出。周深又一次和坦顿大师合作了，这应该是他们的第三次合作。前两次合作时，谭盾老师特别喜欢周深和欣赏周深，对周深的评价极高。这次谭盾音乐会声音河流，周深作为特邀嘉宾现场献唱主题曲，简直是神仙合作。这场珠联璧合的视听盛宴太让人期待了。Hello， 广东广播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。我们去说那个，就是挑战真的很大，作品真的很难唱。我今天这个舞台一开始的引入是，应该说是叫滴水男音这样的唱法，它是由失明的艺术家去唱的，所以当我在唱这份歌词的时候，我也就特别的触动，就会觉得虽然他们看不见外面在发生什么，或者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，但是其实在外面所有的声音啊，文化的声音啊，或者是对于他们感受到的爱啊，温暖啊，所有的变化声音他们一直都听得清楚，甚至是比我们要听清楚的更多倍。所以自己在唱这个歌词当中的时候，觉得非常的感动吧。它叫声音的河流，它其实更是人类声音的河流，人类的声音其实也是我们的文明，所以它包含了很多很多意义上的东西，它不能用一个唱法或者是音乐风格，所以唱起来会觉得有点像唱粤剧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是我接触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音乐。此外，周深官宣金音节颁奖晚会时间10月20号19:30，播出平台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同步直播，与周深一起在歌声里见证热爱。今天在香港，明天要飞长沙参加颁奖晚会，明天的金鹰也是直播，大家也不要错过了。18日，周深工作室正式官宣南昌演唱会预售，10月23日周三20点开启预售，大家提前定好闹铃，准备抢票哦。只是什么原因，原来的连续两天变成了一天。官宣已经发出，江西文旅就再次用周深演唱的《一生一瞬》做 BGM 宣传江西美景，并喊话周深发博说，周深南昌演唱会10月23日晚上8点开票了，古风江西遇上周深新歌《一生一瞬》，宿命感拉满，准备好了吗？在江西等深迷们，江西文旅是会抓机会的。上次南昌演唱会官宣就马上喊话周深，并用等你宣传了江西，这次用的一生一瞬，迷子们跟着周深的歌游全国。周深本轮巡演采用树的概念，巡演舞台通过设计成生命树形状，去象征了人与人、人与世界的关联，同时这也寓意着周深对音乐的热爱与梦想的枝繁叶茂。在这条路上，周深一边成长一边努力向上，时至今日，
终于开出了璀璨耀眼的繁花。2024周深南昌演唱会，与你见证音乐中的奇迹与感动。最后再提醒大家，别忘记去微博世界大会给周深投票哦。土豆、辣椒，很多人一起聚餐会选择吃什么？土豆、辣椒。初次见面会对人说什么？你好，你爱吃土豆吗？初次见面就你好啊。嗯，你好。就客客套套打招呼就只好。平时最喜欢的服装搭配？黑白，可能最喜欢就短袖吧，然后休闲裤这样的。用动物来比喻自己的话，你觉得是什么动物？我希望是鹿，因为我觉得鹿它是在森林最深处的地方，就感觉干干净净的，而且主要是鹿长得好看。养过什么动物？养过狗，养过猫，养过乌龟，养过兔子。我还养过好多呀。希望养什么动物？希望养狗。我想养狗。自己想尝试的发型有没有？没有，我觉得差不多就挺像我现在这样发型。小时候最崇拜的职业是什么？没有，我小时候没有这个概念，小时候就玩儿。我没有说我长大要当什么。如果有的话，我现在应该很有出息。目前最想去的地方？意大利吧，因为我一直都挺想去意大利，包括之前在你说工体。那重来一遍，对，开始。目前最想去的地方？C929星球。没想到有个更腻的答案吗？和朋友相处的话是话不多，话超多，你还没体会到吗？最想和朋友一起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坐过山车吧。对，喜欢什么样的饮料或者喝的？水，我喜欢喝水。是。今年以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发的歌变多了吧？节奏变快。对，我感觉这年发完是不敢吐气了。不想变快。之后的节奏会是什么样的？天天发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保持这样的节奏，我觉得挺好。没有，我就觉得希望能够多唱歌，这一直都是我的一个愿望。什么时候会感觉到无聊？失眠的时候会觉得无聊。目前收到最令你感动的礼物是什么？陪伴吧，这种不存在的礼物更感动。有没有绝对不吃的食物？内脏。有没有百听不厌的一首歌？很多，其实蛮多的，像娜姐的《默》，我就经常百听不厌。还有王菲老师很多歌我都百听不厌，邓丽君老师更不用说，天天动不动就唱。不言独。上西楼，希望周深一直唱。好嘞。It's not hard.